塞，好好拍哦！看一下地图介绍吧。现在在这边啊，前面是青岛街。哇，你看好多，这么多栋。有写有什么东西？对，他这边有介绍说有哪些餐厅景点。刚刚我们去这个是一沟公园，刚刚那个。哎，这边有服务中心哎。而且你看咖啡的超多。对啊。我们从青岛街进来，先去服务中心看看，走吧。啊，这走起来很舒服的。他这个以前是将军屋，你知道吗？他说那个胜利新村那个“新”就是星星的“星”，住将军级的。卖电商。今天没开。哇，好漂亮！猫头鹰的店，猫头鹰微剧场。好可爱的猫头鹰啊！这个是一个灯吗？哎，对面那边好漂亮哦，有音乐耶，原住民的音乐表演。哎，猫咪的脚印，熊圣像。有没有看到吃的？好吧。真的。好像被整个那个树包住了感觉。它这个是原本就长在上面的耶。它这是本来就包在上面的，哦，对啊，好可爱。新年好，就是，哎，这是卖冰淇淋。老板，我又看到你了。他在吃便当。这个是什么？这是候车亭吗？对啊。哎，候车亭，哎，好舒服哦。候车亭还有卖辣椒，你看上面，候车亭卖辣椒。你要试试看吗？他在钓青蛙哎！哇，我觉得这个每一栋都好漂亮哦。哎，这是干嘛点哎？古早味杂货店。哇，闻到茶叶蛋的味道。看一下还是什么？哇，卖冰棒。你有想吃茶叶蛋吗？走，见面看看。啊，里面好酷哦！金刚哎，太酷了！来套圈圈了。武林，换我。哈哈，开始啊！哎，武林，有了。哈哈。我有一分。太棒了！你为什么多分？哦，你有作弊，技术，你的手然后人伸这么长，好，你手伸长一点，像妈妈一样。哎呀，三，哎，有了一分，哎呀，不要太远了，哇哦，你玩到不想走是吗？可以啊，你要继续玩，你先过这一关的考验，这一关先视力检查。我觉得这里好有 feel 哦，你看这里也有啊，卖那个凉水摊，阿婆水是什么？阿婆用的水吧。阿婆水是可以喝的吗？当然可以喝啊。是吗？那你为什么要倒着走？啊？防守我吧。你要防守我？哎，这里有酸呀，好大一颗，真的啊，你看，这么大的酸呀，只是还没有红。还没熟。欸，你要是被酸芽打到应该蛮痛的。哇，这间是什么？好漂亮哦。老板，还是你觉得我很好笑？是蛮好笑的。老板走这么快。快步吗？你不知道。哇，胜利新村，我们来拍照。哇，这个角落很有感觉。对呀，超漂亮的，到处都很漂亮。嗯，还可以哦。哪里呀？现在走到这了，我们刚刚从这边青岛街一直走过来到这里。服务中心还没去哎，还有我发现这里都还没去，这里也没去，这里也没去。对啊，还蛮大的。
走吧。这个油桶那么大吗？你被油桶夹住了。哎，我们走线好不好？好啊，你走，不能够掉下来啊、哦。如果掉下来就输了。耶！这间生意特别好哎。对啊，卖冰的冰室。哇！哇！这种天气吃冰很棒。酷。哎，这只飞机好特别，你看上面，你看上面好可爱哦，超可爱的造型。Yeah！ 你看到哦，好可爱，连水沟盖上面都是彩绘。胜利新村，哎，这是永盛巷，这里好舒服啊。哇，前面又有一间，好像人很多哎。是和服体验，好可爱的那个摇摇椅啊！鸡蛋糕的味道。我们绕半圈回来，家徒四壁的感觉就是这里。这里都拍拍看，这个马桶长草了。也是可以推出去哎，推，有阳台。Oh my god！ 这个有阳台。Hello， 在家吗？在家。Hi。你好。你家什么？家徒四壁啊，没墙壁耶。哎呦，你家门口竟然有马桶。跳下来 ，jump jump jump jump！ 哇！跑去哪里了？吓到。这里每一间都没墙壁耶，这里有一个时钟，好大哦！哎，这个钟不一样，你看，哇，这时钟会动哎，而且还是倒着走哎，有没有看到？现在几点？越来越年轻了，时光倒流，变成小孩了，噔，哎，哎。欸、我跟你讲，刚刚那个时钟倒着走还不厉害，我们过两天带你去看那个水逆流，你知道吗？你有看过吗？没有、欸、水会逆流，也这么漂亮的、欸。